大发是面粉面的龙头老大，别的地方也没有更好的条件能够吸引得了您呢。我猜想您的新东家一定来头不小。
我主动联络你们。啊，来来，相请不如偶遇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归。来，好，来，谢了啊，干了啊，干。哪位？徐斌吗？我们老板找你。老板？你们老板谁啊？你去了就知道了，他在江边亭子那儿等你。啊，喂喂，挂了，莫名其妙。没名没姓，冒冒失失的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是谁啊？哎，那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，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啊！姓顾的，我跟你没冤没仇，你为什么害我？哎，那是个意外，你最好说出一个理由来，否则我去报警，把你这骗子给揪出来。我本来的目的不在你，是在大发公司，没想到会波及到你，我这里向你郑重道歉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要对付大发？商场如战场，大发打击我们大力从不手软，害得我们的业绩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今年就更惨，我都快撑不下去了。我不想这么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，所以你就趁着大发加班赶工之际，弄个假公司、假地址、假订单，打乱大发的运营，然后趁火打劫。更准确地说，我是想趁大发手忙脚乱的时候接收他的客户。好，就算你说的站得住脚，可你不能找我订货呀，我被你害惨了。这也不能怪我，我本想找新上任的于副总，趁他没经验容易上钩。于副总经理不在，门卫想去请示总经理，而你却主动地站了出来，这你还记得吧？我找你们管事的谈笔生意。副总还没上班，要不你等一下，我进去请示一下总经理。别麻烦总经理了，交给我处理吧。请。嘿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帮这小子逃过一劫。你今天来不会是解释这事儿吧？我是想借助你在大发十几年的经验，帮我把大力公司整顿起来。我给你一个副总经理的职位，红利股份样样不会少，怎么样？是吗？顾老板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别耽误彼此的时间。你徐副总是个明白人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我不但希望你过来，还希望你把客户一起拉过来。没错，这十几年我确实建立了不少人脉。顾老板，老谋深算呢。奸商，无奸不商，啊！我已经上了你一回当了，你以为我还会再上吗？反正大发你也回不去了，这么好的条件，你会拒绝吗？我把你的阴谋告诉于家，兴许可以戴罪立功，官复原职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
难道你徐副总经理就不想给大发一点颜色看看？徐兄，如果您那儿能给个好价钱，我们立马就追随您的脚步，不和大发合作了。意下如何？空口无凭，我怎么知道你那些条件都能兑现呢？你要是不放心，咱们签个合同。石伯伯，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好好的活着，我不要你拿命来换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会对不起你的。你看，我这不是挺过来了吗？史伯伯，史伯伯，您来了。艾雪啊，俊超，我刚才去结账，医院说你所有的医药费
余家都替你结清了。史伯伯，啊，我妈妈做事一向有她的道理。俊超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于情于理，我们余家都应该支付这个药费，您说是吧？是啊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史伯伯，您就收下吧。这样吧，赶明儿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访，好好谢谢你母亲。史伯伯，您要照顾面摊生意，还要照顾俊超，已经很忙了。您的好意我会转给我妈妈的，您就不必亲自跑一趟了。哎呀，那就拜托了。啊。这回的事越闹越大，都是因为爱雪，她爱管闲事瞎搅和，才会激怒阿普跟小孙。就是，还害人家石老师差点没命。哼，谁不知道他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想在奶奶面前立功。雪儿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司。你们两个说话怎么这么不厚道啊？谁叫他这么爱出风头、爱表现的？否则为什么人家不来抓我？你胡说些什么呀你！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小子，来来来，坐到奶奶这儿来，快来。让奶奶好好看看你。这两天照顾史老师，好像没睡好也没吃好，是吧？奶奶，我挺好的，让您操心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儿。哎，这回呀，亏得有石老师，这件事才有惊无险。你们三个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出入要小心，注意自己的安全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石老师怎么样啊？石老师已经出院回家休息了。对了，奶奶，您让妈妈替石老师付了医药费。石伯伯让我向您转达他的谢意。哎呦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人家救了我的孙女儿，付这点钱那也是理所当然的。累了吧，先回房歇着，养足了精神，备点补品去看看石老师。顺便烧点钱过去，也算是我们对他们面摊被砸的一点补偿，好吧？奶奶，谢谢您，你想得太周到了。别这么说，奶奶，这点小事用不着爱雪，让我去，我可以跑这一趟。不必了，人家石老师刚出院，需要的是休息，不希望别人打搅。再说，石老师是为了雪儿受伤的，雪儿理所当然应该走这一趟。奶奶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房休息了。快去歇着吧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几天几夜都混在一起，也不管别人怎么看，真是不知廉耻。我们余家的脸啊，都被他丢光了。你是怎么说话的你？不管怎么说，她总是你妹妹。为什么每次事情跟雪儿有关，你就往坏处想啊你？我，奶奶偏心，什么事都向着她。你，好，奶奶不生气了。你看看，说她两句，她就往我头上扣帽子。奶奶不要生气了，艾美喜欢史俊超，您不知道啊，她喜欢史俊超。家人
俊超啊，睡了吗？爹，我还没睡呢。哦，哎，来，把这碗补汤喝了啊。哎，哎，伤还疼不疼啊？不疼了。哦，这就好啊。这次伤得不轻啊，还得好好养养，不要乱动啊。面摊上你就不要去帮忙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哎呀，这次啊，你可真的把爹吓坏了啊！你要是真的有个好歹啊，你让爹一个人怎么活呀？爹，这次的事让您受惊了。儿子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即便不是爱雪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是啊，你是爹的儿子，爹还不了解你，就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不过这次不是件坏事，爹不反对你救人，只是凡事要三思而后行，不要人迷旧城，把自己的性命都丢了，那样不就得不偿失吗？爹说的对，可是当时情况实在太危急了，我没有多想。是是是，跟爹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上爱雪了？傻小子，那人家爱雪呢？应该对我有好感吧。爱雪是个好女孩，你们两个人真要是能走到一起，也是我们史家的福气。不过咱们两家的家境真是太悬殊了，你一定要有所作为，余家才会对你刮目相看，知道吗？嗯，我记住了，爹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今天就早点睡吧，啊，不要看书了，啊，睡吧，来来来。早点睡啊！对，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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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不了，凤春都是这个时间来洗头啊。你吧，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匆匆过马路。你来洗头啊？你好长时间不来洗头，我还打算去你家找你呢。别找，我已经搬出余家了。